体检发现乳腺结节怎么办？一般我们发现的结节多是增生结节或者是小轻微瘤，这我们要根据它的报告结果来判断。如果它的大小比较小，形态规则边界清，没有血流信号，一般我们建议药物治疗或是观察三到六个月检查一次。如果范围比较大，边界不清，形态不规则，或是有血流信号之类的，这我们建议明确诊断，看究竟是什么，进一步检查 CT 磁共振或者穿刺检查。如果是良性的，可以选择手术微创手术治疗，如果是恶性的，建议尽快手术治疗。这是我们平时遇到的最常见的小结节，所以大家也应该引起重视。有的就是无意之间的体检发现的，发现的问题我们就要明确诊断。如果是良性的，没有影响，我们观察就是；如果是恶性的，及时就医。